景之中，经历多元人文历史的淬炼。每一滴汗水在土地上汇聚出源源不绝的活力，涌现着自由的气息。这片沃土所绽放的包容性与创造力，鼓舞着我们与世界共享共生，相知相连。在总统府建筑百年之际，世界同行台湾要飞2019国庆总统府光雕展演，将总统府转化为百年来运转着台湾前行的时光机，一起回顾我们常年对棒球的热情，运动员前进国际体坛的勇气，以及科学家自信团结的展望精神，邀请大家齐心实践梦想，共筑台湾人与世界同行的自信能量，协力将每个当下书写为辉煌的历史。